欢迎继续收看上届关心地方的婚姻新闻。台北市公所积极推动各社区的发展，透过婚姻观社区小基金计划，由经验丰富的社区来带领其他大起步的社区。即处来自三平、江厝、北堤等等社区的民众，嘛做伙来体验盆栽制作。伫咧活动下手的同时，也当将完成的盆栽扎登去厝内来装饰。对着指导老师的每一个动作，民众将阿鲁米的刷来倒到凹形盆栽的模样。虽然过程复杂，不过大家刷是做了非常欢喜。等到作品完成的时阵，更是有着满满的成就感。希望透过我们的一个旅线的一个创作，来激发亲子之间的互动，以及我们的一个想法，让大家都可以做出一个独一无二的一个作品出来。那一方面也可以增进我们社区的和谐，然后以及我们亲子之间的发展，随心所欲，你要什么圆扁三角形都随你创作，可以让你的头脑动一动这样。今年这多肉是真的啦，很快的，干嘛说心情很好，绿色植物嘛。指导老师表示，透过盆栽制作，唔难让大家来发挥创意，熬出家己想要爱的模样。等待盆栽完成了后，再来放入多肉植物，唔管是要来装饰厝内，看到绿色的多肉植物也是非常疗愈。我们是用铝线，然后下去塑形的。然后我希望他们可以自己有一点创意，然后他们像我就做爱心，然后我跟他们说，他们可以做圆形或其他形状，形状可以让他们自己去想象。我说这个多肉植物是可以达到疗愈的一些功效吗？可以，可以疗愈。因为这个多肉植物，我会让他们自己选择他们喜欢的东西种上去。啊，其实他如果不种，可以放那个空气凤梨，有没有？他放上去也很可爱。这次盆栽制作活动也是由台北市三平社区来发起，并邀请到江厝、北堤等社区做伙参加。市长林兴全也表示，透过社区的小基金计划，各个社区会当来互相交流学习，无论是之间的训练，或者是各种的创意课程，都能帮助各社区来更加成长。啊，今天呢，由三平的总干事他们来教导制作多肉植物的一个铝线的制作透过社区的营造跟社区的一挂那呢，譬如讲这个铝线的制作可以让我们的也是讲小溪建家族课程可以更丰富让大家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小溪建家族他几乎每个礼拜都上课上的课程全部都不一样手中摕到家己所制作的盆栽，每区民众也拢有着满满成就感。未来大家拢希望类似活动会当来继续举办，互相社区会当来团结合作，并为长辈提供更加好的服务。记者江怡昌报道。